我也是羚羊配啊，徐乃麟、徐新阳啊，我们也是羚羊配啊。你应该也回答过类似的问题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你刚刚想到羚羊配，羚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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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开心，然后也恭喜他，因为他们有说是很看待这段关系嘛，所以就祝福他们。看待这段关系，看待，看待，很认真的看待。本来是我没有啦，我真的没有啦。他拒绝很多人啊，你说哪一个？啊，没有，就是因为我们的互动可能就是张立东啊，对不对？是啊。立东是朋友啦，就是因为我们节目上都遇到，所以其实我跟立东都一直都是好朋友。都是这样掩饰的，我都知道。红包蛋，哪一个？烟雾蛋，烟雾蛋。我在演艺圈41年了，我看到这种光说是朋友，哇，都私底下打得火热的，我看太多了。你看，平常对我们那几个人，就我们两个。我不知道，我没有私底下，我也不看你们的。私底下连看都没有，没有，就是完全就是好朋友这样，说不准跟谁比较有来电这样子，他就是可能跟石原就是比较。真的，但是会聚少离多。那、为什么？因为他常常出国啊。你是他的经纪人，我跟你熟啊，对不对？我也是羚羊配啊，徐乃麟、徐新阳啊，我们也是羚羊配啊。真的耶，羚羊配。你应该也回答过类似的问题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你刚刚想到羚羊配，羚羊，羚羊，羚羊。